山西太原惊现过山车式高架公路，三层回旋飞入云端，全程惊险刺激，令中外网友无比震撼。它就是被称为最美网红路的天龙山公路，全长30公里。从高空俯瞰，整条公路犹如一条飞龙，盘旋在群山峻岭之间，与周边雄浑壮丽的天龙山风光相映衬，美得惊心动魄。但你知道吗？之所以要在如此险峻的大山中修这样一条过山车式的公路，并不是为了炫技，而是用最短的距离来克服巨大的地势高差。要知道，天龙山公路起点和终点的高低落差达350米，大约相当于116层居民楼的高度。如果把路修直了，估计没有哪辆车能顺利爬升上去。所以为了减少陡坡，保证车辆的行驶安全，这才把路修成了三层螺旋平稳上升的走势。不得不说，如此独具智慧的逆天设计，放眼全世界，恐怕也只有中国人敢想敢干了。不知你是否有胆量挑战这条云端上的公路呢？评论区告诉我吧，点亮红心加关注，带你看遍中国美景。